大家好，我是雷雷雷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长焦反手发力拱的动作要领。站位，两脚平行。再讲一下握拍，拇指和食指一起用力，然后触球的时候，背面三个手指顶住就可以了。然后板形是与球台的夹角大概是100度。90度稍微亮一点点，90度稍微亮一点点，用身体带动前臂，前臂带动手指发力，因为这个肘关节要靠近身体一点，用身体带动前臂，前臂带动手指发力，因为这个肘关节要靠近身体一点。下面我和大家演练一下动作。发力的时候，就是身体带着前臂，前臂带着手腕，手腕带着手指，手指顶一下，背面三个手指顶住很关键。因为球和球拍要有一个拧开的距离，这样才能发出力。如果这个球短了，然后我们要上右脚，重心要上去，因为在对方打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对方下来的时候都在台里面给我拍呀。对，要上完右脚，注意重心要还原。对方直接球打得了，机会发好球。好球，龙龙龙，拱球，对方往上一挂，球出界了。